者胡奇丽台北报道。2107年已悄悄进入尾声，辛苦忙碌一整年，该主顿佳肴犒赏自己及家人。由擅长西式料理的诚品青旅的 Chapter Chef 副主厨马良汉示范适合多人分享的西班牙白酒腊肠蛋菜，肥美的蛋菜滋味香甜，搭配淡淡白酒香气，层次感十足，还能吃到美味的西班牙腊肠，口感丰富多元。西班牙白酒腊肠蛋菜。食材：西班牙腊肠30克，蒜片2颗量，蛋菜15颗，白酒100cc， 海鲜高汤80cc，对切橄榄5至8颗，对切小番茄6颗，九层塔30克，辣椒片半根量。调味料：胡椒粉5克，盐3克，橄榄油15cc。本次示范分量为3至4人份，食材可于传统市场、大型超市购得。一、起一油锅开大火，加入西班牙腊肠切成丁，翻炒约2至3分钟，再加入蒜片拌炒均匀。Tips： 亦可用广式腊肉或广式腊肠取代。二、同一油锅放入蛋菜拌炒，再加入白酒、海鲜高汤、橄榄，微煮约5分钟至蛋菜熟，转中火，加入盐、胡椒粉调味，再加入小番茄、辣椒片翻炒。三、起锅前关火，加入九层塔，淋上橄榄油，再拌炒均匀就完成了。生活周报1/12当期重点食谱，西式分享大餐，派对即上菜，保养冬日肌肤美丽油。然而生影评本周选片《东方快车谋杀案》。